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创新空前活跃，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这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为人类拉响了警钟。身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如何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们，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共享发展成果？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寻求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并进，以变革创新的步伐向新而行。五月，加纳迎来舒适的雨季，克马港的扩建工程正在紧张推进。这里将是加纳西北最大的货运集散地，但是克马港所在的这片海滩也是几内亚湾最大的海龟产卵地。这个从2016年开始的工程，在规划之初就有人在担心港口的建设会让海龟失去家园。不仅仅是在加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如何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将会以怎样的发展理念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1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一次重要的演讲，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出了共同合作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倡议。我们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也在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重要位置。在中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三个重点。随后中国先后发布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和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责任和绿色标准，并提出要全面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绿色化进程。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推进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与共建国家合作的全过程，完善政策体系，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规划了路径，提供了决策支撑，以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更好地将绿色理念融入到一个个项目当中。2016年7月，中国港湾的工程队来到加纳扩建特马港。在建设全过程，中国工程队有效实施了海洋生物保护措施。Help me, help me, 研发的主要工作
就是沿着施工区域的海岸线来回巡查，只要发现海龟蛋，就在原地设置一个醒目的围栏。Go to that side, JQ。研发的职务是加纳项目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部的部长。Oh, I saw it. Yeah. Okay. I prepare the sand. I need a sand dry.加纳特马港的扩建工程开始后，当地著名的海龟专家马内萨成为中国工程队的特殊职员。这份特殊也让绿色环保理念在当地人眼中变得具体。为了让散落四处的海龟蛋得到集中保护，按照马内萨的指导，建设团队在海滩上辟出了一块专门的区域，打造一个海龟孕育中心。所以像这一片这个都已经在施工区域范围外了。我看这一块的话比较合适。海龟的孕育过程对环境很敏感，选址要相对安静，并且没有夜间照明，地基要有干燥的细沙，还要比周边的地势稍高一些。在选择大石材料时，项目部还特意避免使用金属物件。44 here. Okay, I think it's okay. Later we will cover some of it. Okay, take the X. 4. 港口内四个15万吨级集装箱码头泊位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而在海龟孕育中心里，一颗颗海龟蛋正在等待孵化。45到60天之后，第一批小海龟破壳而出。中国工程队建设期间，这里共孵化了超过17000只小海龟。Release them, let them go back to the sea. Find the natural home. Yes, father.这是小家伙们第一次触碰海水的温度。数十年后，他们会重新回到这里，交配产卵，生生不息。这些微小的美好，只是绿色丝绸之路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缩影。直到今天，特马港的海龟保护行动还在接续。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沿线，长颈鹿可以毫无顾忌地穿过一个个净高超过6.5米的桥洞。在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中国建设团队特意为鱼类预留出了回游通道。在中国公司运营的阿根廷风电厂，经过生态修复，巨型的风车成了一道新的风景。10年间，中国与31个共建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超过40个国家的150多个合作伙伴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提出了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宏伟目标。绿色丝绸之路正在被打造成政策对话、环境信息共享、绿色资金融通、绿色技术交流的国际平台。Chines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re was already a commitment to mak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een as possible from the beginning. But now that commitment is even stronger because it's not just about making the BRI green. It's actually about making the BRI contributing to a global green agenda.And both in terms of climate and in terms of nature. 然而，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让全球气候问题更加凸显。肆虐于多地的洪水，席卷北半球致命的热浪，干旱的大地，飓风和寒潮，一系列极端天气提醒人们。
需要改变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其中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影响最为直接。现实的危机让人们开始寻求绿色低碳的转型之路。 Obviously climate change is real. If we w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f we want to leav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 we found it,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and we have to do it now. 在沙特，绿色中东计划正在推进。在埃及，他们计划在2035年之前将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提高至40%。在阿曼，一系列的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计划已经启动。世界石油最为富集的中东，正在成为清洁能源的投资密集区。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讲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也意识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这个大势是不可逆转的，他们也要寻求一个新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方式。2014年6月，时任科威特首相贾比尔、20位阿拉伯国家外长或部长，从阿拉伯半岛各国启程，北京成为他们此行的终点，也是彼此合作的新起点。在中阿合作论坛第6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未来十年对中阿双方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我们弘扬丝绸之路的精神，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为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以能源合作为主轴的全方位合作格局。总书记当时非常高瞻远瞩的提出了中阿可以把新能源的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寻求一个新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呢就在发展路径上找到了一个契合点。绿色能源合作的驼铃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响起，一带一路上合作共赢的理念跨越千年之远，在当下和鸣。作为阿盟成员国之一的摩洛哥，在这次大会后迅速完成了与中国的新能源合作对接。按照摩洛哥政府的设想，到2025年，摩洛哥新能源项目占比将达到50%，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与中国合作。仅用2年的时间，一带一路上的首朵光热电站太阳花在撒哈拉沙漠深处盛开。7400面定日镜随日升日落而转动。248米的西热塔聚集着耀眼的光芒，占地1400公顷的能源项目拥有多项世界之最。建设中，中国拿出最好的新能源技术与摩洛哥共享，山东的升压站设备，湖南的主变压器，江苏的各类电缆，重庆的成套仪表等相关厂家，跨越万里之遥与摩洛哥互动。来自山东电建的张乐用7年的时间亲历了这个项目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当我看到整个项目由刚开始的荒芜到慢慢建成之后，我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鲁澳237光热电站于2018年建设完毕，因为运行环境恶劣，交付以后中国团队留下了运维人员，张乐就是其中之一。出什么事儿了，冯总？那我这边温度很高，空调不工作了，不知道咋回事儿。
我找一个人跟我上去看一下。So can you go with me to the roof, have me check the machine for air conditioning?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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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是非常需要光和热的，但是对电力设备来说，光和热是一个很致命的存在。所以这些区域我们必须去保持它的一个温度和湿度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范围内。这里全年平均日照3000小时，地表温度最高时接近75度。极端且恶劣的高温环境会导致设备损坏，处理这些故障是张乐的主要工作。I think we try our best and it can move. Okay, okay, 要了，要了，要了。交付后仍协助运营5年之久，这在国际合作项目中也不多见。咱们，现在我已经把整水的膨胀阀打开了。降到合理的时候，你告诉我一下，好吧？行，现在开始降了，已经开始降了。因为再好的设计嘛，它也会出现与现场会不相符的情况，尤其是咱们这种就是很极端的这种啊天气状况。在现有的设备的基础上，我们用一个更好的方法，对，而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努瓦奥光热电站建设的2年期间，为当地提供了6000多个就业岗位，5年的运行维护。中国团队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支成熟的运。底色的合作实践仍在继续。Lucid mountains and lush waters are as valuable as silver and gold. And after that, we have seen a new development trajectory in China, not polluting growth, but green growth, not just growth, but high quality growth. I believe that Green Belt and Road is one of the most,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entire world.In the future. 这是我们生活的地理世界，高山峡谷，巨大的起伏得益于大自然的神功鬼斧。而当我们换一个视角再看这个世界，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刻重塑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库勾勒出了数字时代新的千沟万壑。世界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到2017年的时候还没有接入互联网，处于世界平均值以下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 For billions of peopleThe pace and sca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reliant upon digital connectivity. Dear colleagues, the digital divide threatens to become the new face of inequality. 关于弥合数字鸿沟的呼吁，不止一次地登上联合国及世界各国的会议。为破解这个难题，十年间，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如今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如何将中国的数字技术和成功经验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享？习近平主席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这是数字经济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更是数字技术对这一倡议的有力支撑，它为人们描绘出一幅跨越数字鸿沟的一带一路新蓝图。在浙江乌镇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与泰国、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促进电子商务、国际标准和数字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合作，携手迈向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喜马拉雅山南麓，每天清晨，群山就在这样的读书声中醒来。几年前，斯里卡里戴维学校升级改造，专门配备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但因为网络很慢，新设备的利用率并不高。通过网络了解更绚烂的世界，是孩子们心中的期盼。这样的期盼，因为一份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而得以实现。201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出发前，他在尼泊尔库尔喀日报等3家主流报纸上发表题为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的署名文章，提出了构建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进一步加强中尼间通信合作的计划。与此同时，一条穿越了喜马拉雅山的中尼光缆正在从中国的吉隆口岸接入。在距离斯里卡里戴维学校不远的山头，一座新的基站高高耸立，它是中国和尼泊尔电信合作建设的4186个基站的其中之一，也是覆盖尼泊尔全境高质量 4G 网络中的一环。目前99%的基站呢，我们是已经这个正式上用了，那么覆盖了尼泊尔总共77个所有的77个虚线。因为有中国网络的接入，高速的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让尼泊尔跟上了世界的节拍。数字丝绸之路不仅跨越了喜马拉雅山脉，更是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了高效连接。当我们再次回望数字鸿沟的地形图时，发现曾经巨大的鸿沟随着时间进展被慢慢填平，包括尼泊尔在内的4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互联网普及率提高了20%，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了网络世界，一条在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合作基础上的数字丝绸之路逐渐铺展开来。尼日利亚拉克斯市安德鲁是一家中国快递企业的快递骑手，在他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职业，收入要比自己朋友多很多。Speed Up has taught me how to do business. Since I signed the bike as independent rider, I manage it as my business. Everything changed. 每天，数百辆摩托车穿梭在拉各斯的大街小巷。两英尺长的快递箱运送的货物也逐渐从服装、杂货变成手机、游戏机等高价值的电子产品。小小的包裹见证着数字技术给尼日利亚带来的改变。林亚磊是这家中国快递企业尼日利亚公司的总经理。他2020年来到尼日利亚，看到了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非洲。这里的互联网用户在快速增长，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也非常火热，但当地物流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跨境电商的发展速度。中间是有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进来之后呢，就会发现需求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企业进来进入到这个市场。最初这家中国快递企业的初创团队不足十人，但几乎每人都有在国内快递公司工作多年的经验。他们计划将中国物流成熟的发展模式复制到当地。在我们来之前，本地怎么发快递的？他们是拿大头笔，在箱子上写个名字，张三李四，电话号码，通过大巴车发走的。大家去大巴车站去取，或者去物流公司那里去取。我们来了之后，我们复制了中国比较先进的一些模式，就是贴片快递面单。一张小小的快递面单背后，实际是一个数字化智能物流体系的重新构建，也是一张中国快递企业本土化的清单。它这模式，海外仓加上本土的最后一公里派送，这是最吸引我的。高成祥现在是这家中国快递企业海外仓的负责人。经过3年的发展，尽管海外仓已历经3次增容，还是容纳不下客户日益增长的仓储需求。目前呢，我们海外仓从2022年的年中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处于爆仓状态，好多的客户的货物进不来。尼日利亚人约翰在中国留学并生活了13年，在此期间，他与高成祥成为挚友。他叫什么名字呢 ？Friday。2年前回到尼日利亚的约翰受到高成祥的邀请，成为这家中国快递企业海外仓的主管。With time, you begin to know more about the work, and you begin to see how good is the company, how the work is going. When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k, you start feeling happy about the work. 如今3年过去。这家公司的海外仓和快递运营团队规模已超1000人，依托当地网点、自提点及快递柜组成了自己的末端派送网络。I will build my career with Speed Up. I continue with them to build my career. I hope to see more benefits from Speed Up. 来自中国的数字化经验，让尼日利亚有了第一台物流传送带、第一台扫描机，上线了第一个话务系统。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查询自己的快递在哪儿、什么时候可以收到，网购的时间也从之前的6个月缩短到了现在的6天。因为有中国经验的加入，在尼日利亚城市群的快递业态越来越成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偏远农村也开始迎接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喜悦。菲利克斯，中国一家电信企业的工程师，这次他要去200多公里外的村庄，将一项新的网络技术带回他的家乡。They live a very other life, more than the water they drink,
the kind of environment it is exposed to, the heat everywhere. The road is very, very terrible. No electricity. They have to travel far to somewhere to go and call the customer to come and pick their goods. They have th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to make calls because of some social amenity that we lack. I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is place. 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的农村地区开展了一个名为“乡村之星”的计划，它是将小型的太阳能移动基站带入偏远地区，提供超过2公里范围的网络接入，让更多没有网络的乡村与数字世界同步。When I told them that we are here to help them.To have a better communication signal. With everybody, we are very, very happy. 因为有了这个工程，尼日利亚偏远地区700多万人逐步告别失联状态。从2018年以来，尼日利亚已经有600多个这样的农网站点在偏远地区投入使用。When this device builds.Everyone can make better calls. Use the network better. I'm sure more people will come to the village to do business. And you can use the internet to buy and sell things like people elsewhere. Look at me once. There will be a POS machine, call center, internet cafe, and many new things in our village.如今，乡村之星还在尼日利亚偏远的乡村继续。也许不用太久，这里的人们也能收到快递，也能与远在他乡的亲人视频通话。数字技术正让一切可能变成现实。数字丝绸之路在填平沟壑，也提升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水平。远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中国企业用一座覆盖了 5G 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化工厂激活了当地的产业链，平均15秒就有一台电脑工作站下线。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类似的基地生产线已超过45条，为近万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在南非，来自中国的科技解决方案为南非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让这个南非版的移动钱包应用已成为人们转账、支付、收款时不可或缺的工具，培养起了南非数百家互联网企业。在欧洲的瑞士、非洲的布隆迪，积极搭建的本土化跨境电商平台助推着当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30个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一系列数字领域合作的倡议和扎实的举措，构筑了一个牢固的数字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世界，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发展的挑战让一带一路上的科技合作需求也更为迫切。2017年，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并提出了具体举措。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行动。秉持全球视野，深化国际创新交流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更加注重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让科技进步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2018年8月，遥远的太空中，一颗中国的气象卫星经历了一次历时10天的漂移。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H 星由最初的东经86.5度西移至东经79度。我们是以前大国风范，是真正做到这个为一带一路服务，这点风险也是必须要冒的。调整后，风云系列卫星将从重点服务亚太地区延伸到共建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弥补了全球气象卫星对印度洋及中亚、西亚和非洲等一带一路地区观测的不足。热带气旋肯尼斯25号登陆莫桑比克北部地区。2019年3、4月，肆虐非洲大陆最强烈的热带气旋袭击了莫桑比克等国，引发严重洪涝灾害，上百万人受到威胁。危机时刻，中国气象局利用调整定位后的风云卫星，对强热带气旋的路径和强度进行监测，并在最强风暴来袭之前，帮助莫桑比克做好预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风云卫星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从开始的设计到实施，我们始终坚持着把风云卫星的数据和产品向全世界进行共享服务。这一年的4月，莫桑比克总统纽西来中国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纽西总统对中方及时施予的援手表示感谢。第一件事就上来就感谢你们中国帮忙减灾救灾，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这一带一路不仅是团结了一大批国家，命运共同体真正的是为了我去帮助你，是为了你幸福，是为了你就说减少损失，很自豪，很自豪。遥远的星空中，中国用一颗颗卫星铺就了一条空间信息走廊，在一带一路上实现信息共享。越来越多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像莫桑比克一样，运用中国先进的空间科技，勇敢面对困境。除了风云系列在为全球服务，中国的北斗也在主动向全世界开放。北斗的应用产品已出口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地区广泛应用，助力发展。科技进步需要跋山涉水，科技成果共享也同样需要披荆斩棘。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为垄断自身优势，无端阻断正常的科技和人文交流，而中国却展现出开放包容姿态，坚定推进科技开放合作。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随后召开的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都强调了要推动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提出实施好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2023年6月的一天，在位于埃及新开罗的埃及航天城，埃及2号正样星电性能测试正在进行。好，明白。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如果测试成功，意味着几年前还只存在于图纸上的卫星已经进入了等待发射的阶段。Of course, Egypt has a dream related to space projects or space activities. 今年70多岁的拉斐教授是埃及航天领域理论研究和设备测试专家。从业40多年的他，一直为埃及航天局没有一颗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卫星而遗憾。All the work done for development of satellite was through a cooperative work with advanced countries. But of course, our main dream is to make our own satellite, to develop our own satellite from A to Z. 早在1997年，埃及就计划研发自己的卫星。但都因为技术壁垒等因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完成。然而，将技术转移作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之一的中国，愿意将科技成果与共建国家共享。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在此期间，两国元首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5年实施纲要的签署，埃及也成了第一个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和中国开展卫星合作的国家。As soon as possible, future world. 这是拉斐教授职业生涯的圆梦之旅。他和助手泰莫塔拉博士是这颗卫星的埃方总设计师。他们还有一位共同的中方同事崔玉福。在岗位设置上来讲，按照中国航天的标准，全方位的一种岗位设置。那么埃方呢，也在此基础上呢，建立了40多人的系统层面上的设计师的岗位配置。和总设计师团队的设置一样，埃及二号卫星项目的所有岗位均由中埃双方按1:1的比例构成。每一个工位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工程师和埃及的工程师肩并肩地在一起，为埃及科学家全程参与设计、研制、测试、试验的这第一颗卫星携手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埃方的工程师非常详尽地掌握了合作过程的所有的环节，从卫星的测试准备到卫星的关键的风险点的控制，一直到卫星的过程的测试的有效性进行了全面掌握。当他们在总结的时候，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了自豪，看到了收获的满足感。2023年6月25日，埃及二号卫星出样星正式交付。此次交付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完备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Another one is.سعداء جدا النهاردة نحن في هنا وكالة الفضاء المصرية بنشهد سعداء نحن النهاردة في وكالة الفضاء المصرية وبنشهد هذا الحدث الهام. 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80多个共建国家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2013年以来，中国对超过1.6万人次的共建国家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与1万名共建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短期科研工作和交流。在这段旅程中，汲取了科技智慧的滋养，成为这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崛起宝贵的人才基石。以世界胸怀看待科技发展，每一颗合作的种子都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智利的国名有世界的尽头之意，也被称为天涯之国。而这个遥远的国度，却是在共建“一带一路”新的科技合作机制中，与中国交流最频密的国家之一。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北部山区，
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一座现代化的天文科研中心将拔地而起。造望远镜的地方呢，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为什么在欧美都要到智利来做呢？大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几个地方，一个智利，一个夏威夷。对于天文学研究来说，智利有最纯净的天空，也有比北半球更为丰富的星象。银河中恒星最密集的位置只能在南半球看到，在智利这块天文观测的天赐之地，人们对星系和宇宙的认知得以延伸。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智利，和时任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共同见证两国签署合作共建天文观测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很快，2017年，“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覆盖到了这里。在更高的起点上，让遥远的两个国度携手，一起探索人类科学更广袤的未知领域。We have 12 hours difference time between China and Chile.So by the time the telescope starts to operate here, you will be waking up in China. And this could put this observatory in the forefront of astronomical research at the world level. 中国通过和智利合作，首次在海外获得国际一流观测台址的使用权，开始筹建12米级光学红外望远镜项目与观测平台。在经纬度上和中国国内的台站形成互补。合作中，中国还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让更多的智利科学家能够来到中国，在同一片天空下从事天文学的研究。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也正是“一带一路”的机缘，让瑞内与黄家生相识。This is the 青龙 dragon.White tiger, 白虎。What likes about my Chinese colleagues is that they are so determined. You know, when they have an objective, they just go for it and they spend no matter how much time and energy and resources to accomplish their goals. 2020年3月，中国科学院南美天文中心的中国和智利的科学家。结合智利天文望远镜的数据，利用中国的天眼共同发现与暗物质相关的射线，彼此真诚的合作让探索未知空间的可能性无限延长。这幅宛如浩瀚星空的云图，是由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科学家用合写的论文编织而成。网络中的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当两个国家有论文合作时，他们之间便形成了一条连接，点随着连接的增多不断变大，而不同的颜色则象征着不同的区域。10年间，有中国向外辐射的连线也将远处的点连接起来，网络中的连线越来越密，中国成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论文合作数量最多的国家。10年间，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让共建“一带一路”向心而行。在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的探索中，不断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一带一路”生根发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数字化的纽带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构筑起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科技合作所孕育的火花，为未来绽放无限可能。如今的中国，正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